新闻一开始来关心，国民党彰化县长候选人王惠美竞选总部21号正式成立，同时嘛来举办头一场的造势大会，包括党主席吴敦义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拢到场收听。王惠美嘛来捧出改造彰化、反动命运的口号。造势大会现场嘛再次强调交通建设的政见。在基队的带领之下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邀到王惠美进场。代表国民党选县长的王惠美选弟弟21号成立竞选总部，也来举办第一场的造势大会。第一场的造势大会，该来的国民党大脑加地方人士拢到场，党主席吴敦义受赞旗。说得来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来致敬贺彩棠。象征王惠美当选。当两级的领部站台，吴敦义在致辞的时阵是一再肯定王惠美。即卖民进党确确实实，较无能力，嘛较无忠贞，嘛较无认真，嘛较无办法，所以一定都要让彰化要翻转命运。改造彰化，让王惠美当选县长，好冇？好，好冇？造势现场，王惠美人气真旺。王惠美在致辞的时阵，除了强调家己的交通政策以外，也来批评执政者的无能。这三年来，足足减掉咱12000多人，离乡背井出外赚食的，也无算伫内底。这几年，中央补助咱彰化的经费，是咱全国排名起来是买。官府花头的人未晓经营，卖土地搁借钱，讲起来这就是了袂啊囝。大家遐讲，善嘛袂使善教育，那会变成用风光大县来做借口，换囡仔。才有营养午餐，通好来吃，安尼敢对嘞？王惠美第一场造势大会，场面真粗、真壮观，更加捧出政策牛马，以稳扎稳打方式向选民来邮票，争取选民的认同。罗庄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